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松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我们的 YouTube Live。来，那我们上一集呢，应该是十几万订阅吧。然后呢，应该是玩到了我们要升级到下一个更好的住宅去。我记得没错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我就私底下有没有，我就不断的一直拍影片。我们现在的订阅已经到达了36万了。然后我们的等级也玩到了20级满级哦。因为我们如果不换到下一个区域，我们就没办法继续升等级了。还行啊，那总之我就是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也掌握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，就是一些特别的技巧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自动拍片啊，我其实不用一直在那边点那些有的没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哦，就是我后来发现这个衣服有没有是有意义的。有没有？比如说它的这些符号代表着我们要参加对应的一些场合哦，比如说我先特别换一个我比较常穿的好了。来，比如说我们这一套有没有，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参加正式的那种聚会啊穿的。如果你不穿这样子的话，他会说你穿着不得体，不跟你讲话。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一个我有点忘记了什么什么风的派对，就特殊风格吧。然后我其实都有稍微换一些哦，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图案的我都有一套啦，比如说羽毛的那种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还行，反正这游戏就是要穿对应的感觉啦，有没有？我穿这样其实还蛮嗨的，有没有？就大概这样子啊。然后我其实不知道拍片有没有差，我只知道参加聚会会有差，因为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看，它其实有些图示有没有？像这种羽毛的，就是我要穿羽毛式的，这是我私底下玩的时候理解到的啦。那总之，我们目前好不好？我们再换一套衣服啦，因为我不知道拍片的时候要怎么穿啊，所以说我记得我都乱穿。我买一套看起来是 cosplay 的衣服啦，还蛮好看的。我好像没意外都会穿这样拍吧，虽然光看量好像没有明显差异，就是了，不过无所谓啊。那总之，我们目前呢，其实也可以搬家了，我们可以搬到我们更豪华的区域去了，就是这个。网路和天空中的顶级公寓啊，这个上网速度非常快，工作区有3个，代表说我们又可以请一个合作伙伴，好不好？太神了！来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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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搬家啦，带着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走，这个一定非常的愉快啊。在这个家里，我实现了所有博主都想实现的一个目标：加入网路公司，而且不是随便哪家网路公司，是最好的那家。很明显。要想加入网络公司，需要一些前提条件，拥有100万的订阅者。加入网络公司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播放量获得更多金钱，收到更多需求。OK，然后我一定要跟观众讲啊，我们好像很努力，一直拍片，有没有拍到36万订阅？可是我的排名完全没有增加，我的排名还是51名啊！大家都网络公司有没有？然后哦，我还是最低的啊，我订阅还是最低的。太扯了吧！为什么其他那么强啊？我永远追不过他们呢、欸。然后我们的前室友有没有？我们的 good friend，他其实掉蛮多的。他原本是第一嘛，然后好像掉到不知道哪里去了。哦，掉到21了啊。那总之我们目前就先观察一下我们这个房间吧。这边的话是工作区嘛，然后他其实有楼上什么的，我可能要稍微熟悉一下、哦，上楼一下好了，上楼。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再邀请一个人，有没有帮我们一起拍片，还不错哦。上面有2台电脑，哎，2个电脑桌，我们再买一个初始电脑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然后呢，再给它升级，因为我们的电脑我不能接受电脑太烂啊，这样子拍出来的影片会很烂，所以说我们至少先给它个最基本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最便宜的配件都买一下，能买就买。其实我其他的电脑嘛，其他2台都。升级到3阶了啦，那再一个我们因为没有那么多钱，我们先升个2阶就好了。再来呢，就是请第三个员工哦。我先打电话看一下好了，我应该有一些好友可以 call 过来的，比如说我们之前认识的这个，这个好像也是我在某个派对上遇到的吧，把他邀过来，我们那里见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邀请他们进来拍片，有没有？他人呢？在哪？在哪？哦，孩子，孩子，你可以当我的合作伙伴吗？哎、欸，他是的、欸，哎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他真的是我的合作伙伴、欸，哎，啊，是吗？有吗？他要吗？
他不，哎、欸，他是的，他是的，我还以为他不要哎、欸，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始拍片了，好不好？你帮我，你们继续帮我制作影片啊，继续帮我制作影片，能拍就拍啊，好不好？能拍就拍，我相信着你们的。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看能不能100万订阅，对不对？他都说要加入一个网络公司，就是叫我们要拍到100万订阅啊，感觉超累的、欸。好啦，那应该也差不多啦，我可以一直叫他们帮我们制作影片了。反正东西又送到了嘛，我们就多拍一点啊，多拍一点。你们赶快帮我多拍一点影片啊！我也要自己来拍影片了，拍一个很赞的影片啊！来，我们也自己拍哦。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可以直接自动录制啊，就有点像在控我们的那个小人一样。大家都在忙着拍片，好不好？忙着拍片呢、啊。总之就这样子啊，我可能就是不断的努力，好不好？努力成为百万订阅的 YouTuber， 后面的话其实都是这样子啊，外包请别人帮我们做影片，有没有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加油啊！你们赶快多帮我做一点。哦，高总，我目前订阅44万5千，我好不容易爬了一个名次，有没有？我终于触及，哦、我终于吊打一个人了，哎，太神了！哇，我花好久。我从30几万冲到44万，三个人轮流一直出片，一直轮出，然后我才好不容易追过一个。这游戏订阅也太难追了吧，每个人都跟鬼一样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真的是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你们知道吗？太夸张了啦！不过好不好，我会继续努力做下去的，继续做，努力做，不管那么多，做就对了。然后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条了，活动条它越来越少了。其实我们偶尔还是要参加一些活动的，不参加活动的话，其实这一条越会越扣越多，我们就越来越难成长。然后我们又升级了，可以继续点这些东西的没有？我打算把测评和开箱这种可以拍影片的都先解出来说啦。然后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影片有没有？其实都还蛮猛的，就光看会有那种50几万、20几万的，其实我很少播放会很低的，你知道吗？除了这个啦，这个是因为我拍了2次初体验，然后因为拍2次初体验导致他那个观看低，然后我还被扣订阅。不过剩下的就真的很好，很好赚，有没有？像我这个59万的观看，36000的订阅，有够爽！这游戏就是这么好经营啊。然后偶尔也会有这种，有没有？就是因为我用自动的关系啊，所以说。有时候他会放一些有版权的影片，反正他就是触犯一些版权嘛，然后价格168块，我们可以选择删掉影片或者是支付罚金。通常我前期会删掉影片啦，因为我前期一个影片没有赚到这么多。啊，像现在的话，因为我观看都很高嘛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支付罚金了事。啊，你也可以不要鸟他，可是你只要不鸟他的话，他收集3次警告，你就不能出片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一定要解决的事情哦。不然我们会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啊，有没有？就连我的那个什么好伙伴帮我做的影片，观看也是非常的变啊，有没有？下下叫都会破10万啊。啊，我自己做的影片因为品质更好啊，所以说那种20-30万都是可以的，有没有？分数都1600左右，好赚啊，好赚啊。然后不知道什么，这游戏有时候会有 bug 哦，就是我叫他做影片，没有，他给我站在这个地方不给我动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是干嘛啊？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，你在这边挂网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目前都是2个人在做影片而已，这个人不知道在干嘛，请他来站在电脑前做自由漫步的，到底在干嘛？哇，我这个分数超高，那我们就继续发布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要先想办法处理一下上面那个人，你到底在干嘛？我把他约出去好了，或者是我参加活动有没有重置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观众，我现在发现一件很关键的事情，我前面是不是看错啊？他是说100万是100K 啊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发现我可以加入欸，太扯了吧！我其实现在就已经可以加入啦、啊，我有68万有没有？代表说，我应该可以加入了才对啊！我在那边耍白痴欸，而且还是我刚偶然点到欸，我发现欸怎么可以加入？太智障了吧！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应该可以随便加入一个公司有没有？那我们就稍微选一个吧，我们目前可以选一下这个啦，好不好？月度目标每一个月要播放30万的观看，好像蛮简单的。然后订阅要50万，视频播放收入5块，防下架保护90，手直拍，哇，这好猛哦、喔！我是不是应该加入这个啊？对不对？
我们再加入这个好不好？加入，耶、yeah! ！月度目标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指我要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是吗？恭喜！然后哇，我们的 CPM 超高哎、欸，一千光还有5块美金，这超高哎、欸，这个是超级高的 CPM， 各位知道吗？超高。然后这样子我们很好赚哦，超好赚钱哦。我直接一参加有没有就参加最好的哎、欸？为什么我会说是最好的呢？因为各位看我们排名第100多万订阅的有没有？他也是跟我加入同一个公司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排名在哪里了？哎、欸，我跑了39名哎、欸，观众，我现在超猛，我赢过我们的 good friend 哎、欸，我现在超猛的哎、欸，哎呦，哇哦，啊，这个需求是干嘛的？这个任务，哦，我觉得我超猛哎、欸，观众，哦，然后我们有警告可以靠这个有没有？来自网络公司的帮助，夸他帮我截警告，哎、欸，我们的前室友来了，我们来跟前室友拉了一下，嗨，你好 Raymond， 我觉得你做的很好，太棒了。他们正在推出一款新手机，我听说那款手机有很多很酷的功能，你想跟我一起进行展示吗？如果愿意，请不要忘了在手机上回复。好，我决定我要跟你一起展示了。我要怎么回复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回复啊？这个吗？啊，真的、欸，获得门票。哎呦，这样不错哎、欸。那我们到时候就去12月1号，是不是？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继续忙我们的，继续忙我们的。哎、欸，这样这个经纪公司应该会帮我们解掉那个东西吧？我们应该就不会有版权警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哎、欸，太神啦、啊！哦，然后我要去参加那个嘞、欸，就是跟朋友要去的那个手机发布会了。看一下发布会发生什么事吧。这好像也是一个剧情哎、欸，因为他特别来邀请我的。Hello， 我要看这个新手机了，是不是？手机发布会应该是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吧？就像我们之前手机会可以发布推特这样子，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哎、欸。你准备好定格你的时刻与所有好友分享吗？代表我们可以拍照然后打卡是不是？360块，好像还好，我们应该要买吧？这个一定要买的，感觉上是一定要买的啊。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手机可以干嘛。然后我们又来这里了，嗨，我们的好朋友 ，Hello， 我们朋友好像还是不想理我们。算了，我们来要手机比较重要。是你吗？你有给我手机的那个吗？哦，不是这个啊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就只是单纯我们可以在这边拿优惠券而已。那我们就可以走，是不是？到时候就回家买那个手机啊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回去吧。我们有4000多块，应该随便都可以买手机吧。所以随便便都赚到4900美，好爽啊！315块购买，好啦，我们来买一下啦。购买新手机，而且我们现在真的很多钱哎、欸，我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升级我们的配备啊？该升级一下吧，这样子我们订阅才会涨得比较快啊。手机是这个吧？315块买下去，然后我们这种处理器什么的都给它升级一下。4000帮我看升级网红还有多少钱？这是4阶的啊。OK， 我靠，我4800买完剩2300嘞，这个好贵哦！我升级一套而已，花一堆钱。哦，我们拿到新手机嘞，好，我终于有台新手机了。我只需要知道怎么自拍，然后分享给我的关注者们，看看怎么做。这个时候才开始流行自拍啊！我的天啊，分享3个自拍。哦，这样才是嘛！我刚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我看起来自拍很奇怪？自拍。自拍之后可以决定是否上传，这张照片足够好吗？还不错吧？分享自拍照，哎、欸，大家超不爽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大家我9万多个不喜欢哎、欸？搞什么东西啊？大家那么讨厌我的自拍照、喔？等一下，我要拍个更好的。OK， 这样子自拍应该可以了，我觉得我穿的还不错，自拍。哦。拍照，啊、哦，有没有？还行，有拉回来，然后再给大家随便拍一张。他们的赞都好多、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这张不错，拍，分享。哦，这个有没有？哇，我这个超多喜欢，不喜欢也很多啊，可是喜欢超多。什么鬼啊？我已经发布了足够多的自拍与造型了，对吗？哈哈。
如果我想要获得成功并做到顶尖，我必须加入最大的公司。哎，我加入啦，50万关注者，这个我加入了。我终于进入了1号网络公司。哎呦，啊，然后呢？我现在没有任务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达到100万订阅？哦，观众，我目前90几万订阅，然后我可以拍开箱影片哦，因为我刚刚又升了1等，可以点天赋点的。然后我也不断的在升级我的电脑，我现在电脑超猛，这也是花一堆钱，你们知道吗？来，我们这样子有没有？直接拍拍看是什么样的感觉吧。开箱，虽然我觉得开箱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东西啦，可是效益应该是有差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开箱是什么感觉吧。哦，我每次这个游戏到后面要给你自动啊，就是因为它每次拍要拍超久，你会手动点到 key 效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因为这个东西是很乏味的，然后因为我配备很好啊，我紫色和咖啡色是一开始就满的，我剩下其实只要努力绿色和橘色就好了。因为咖啡色其实好像就是设备吧，然后紫色是音效，然后剩下前面这两个是拍摄的手法的感觉。我、哦、这新纪录2200哎！哦，观众，我们订阅人数到达100万了哎！总之，我们也玩到了百万订阅。其实我应该可以那个啦，就是换下一个住所啦，早就可以换了。只是我想要等我们把等级提升到满，我不知道是多少，可能30或28吧。提升到满之后，然后我们再顺便用这些钱没有换多点的设备，把我们设备看能不能换到全满。然后我们下一集就直接从搬家开始，好不好？总之，我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